雄雄行速一贯抛弃了永动的鬼王，魂术最新的兵器却挥出一段血雷勾击。啊！哟！退无可退，进无可进，让你修复的魂，跟随喵的摆布，再开三六铁刀。 要火杀！所攻啊！一两两又金回损！哟！斩天雄飞雄秀，斩天行速一勇，煞比风比心。 今天收魂万年，诈比中龙行，秘术消息不准。一招金消金红龙，微波杀，消速。 啊！哟，你的技术进行了天来助力，我是清洁，我切，我燃阿明，正从在天来不灵，都将掉功。来吧，再过一年控制自己极限。啊！是谁？ 那不是属于怪民俗，一魔江湖。啊！啊！那体就。 不良在刻印在怪身上，变强对你而言真正这么重要。无邪剑法真正改变了你吗？那醉生梦死，是不是又改变了我？ 我也能控制自己，宏愿不变，一个纪念的名字，下去了，便不再压抑，不再压抑。 那是红你的本相，醉生梦死的敌敌，那残忍的面目，终于要让我亲眼看见。我要。
也用最残暴的一面完结这一生，回魂啊！极端极端极端，最先无数的距离，竟是最疯狂之态。面对昔日的诸恶记忆，无情作我心魂，剑也势必断魂。了解这段名副其实的悲哀。武侠剑法，怀菩萨，铁心化灵震天下，英雄。无剑两宗极致武学的冲击，也是内心最深层的冲击。啊！不管身体的攻击，用凶势或者凶势，心术精巧，才能引出新的刹那。再来！啊！啊！我插队后，空中对决，用你的刀，传告着幸福即将来临。绝不散。行，啊，啊，剑红魔情。纵棍！啊！玉在背叛之中，又何必在最后清醒？我埋在最后，醒来吧，太低了。飘散在风中的细雾，又是谁愿意落下？风中捉刀，我最敬重的大哥。